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吃的非常好 ，very good。发音挺赞的，我们。发音怎么样？可以吗？哎，粉丝的一些教训您说明一切了。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您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因为这一次呢，是我们2014世界巡演的第一站。我也知道呢，之前闵浩也有很多的机会来到内地，但是已经很久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场合跟我们的北京的粉丝见面了，是不是？现在心情怎么样？사실조금죄송해요사용자들이끝나고빨리이런좋은시간을가졌어야했는데다들영화촬영들어가고광고촬영하느라고좀늦어진점에대해서죄송스럽고어쨌든오늘이렇게보게돼서너무행복하고정말기분좋습니다其实我觉得今天比较遗憾，因为季承泽完了之后想跟大家见面，但是因为要拍电影，还要拍广告，所以推迟了，我觉得很遗憾。但是今天见到大家，我特别高兴。你们高不高兴？我觉得就是跟粉丝之间的这种约定永远都不结完。今天呢，来到现场，大家就能够感受到我爸带来的魅力了，有没有？没错。而且我听说啊，因为闵浩非常的辛苦，之前工作也很忙，是昨天才赶到北京。在机场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粉丝非常的热情。当时见到他们的时候，心情怎么样？你好，你好。그도그렇게도어느순간부터이제제가공항에서 VIP 통로로다니게됐는데저도항상그점에서도죄송스러워요공항에나와주시는분들한테인사를드리고그리고또오랜만에또서로에게오랜만에보는거니까맞이를해야되는데계속이제안전상의문제로공항에서그런요청들을받아서다른출근을다니게된거에대해서죄송스럽습니다其实我也很对不起大家，因为我也不想走 VIP 的那个通道，因为这样的话就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呢，因为街上这个安全上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只能这样。하지만여러분들의안전을위해서일단여러분들이이해해주실거라고믿습니다我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我希望你们都理解。我也想今天去机场现场的人在哪里？大家都好热情啊！所以说，昨天闵浩一赶到北京，就感受到粉丝带来的热情。那接下来呢，我要替大家问一下，这次来北京有没有吃好吃的？我여러분도알다시피베이징도는먹고요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欢吃北京烤鸭。그리고잠을푹잤어요어제所以我昨天睡得也特别的好，特别香。所以今天能够用一个最好的状态来回馈我们幸福的粉丝。大家都知道，闵浩最喜欢吃烤鸭。不是说哟，大家都好厉害啊！那这一次来到北京，因为我们去年去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那会儿天气还挺潮热，但现在已经比较寒冷了。就过来的话，能不能适应这边的天气呢？现在？저는지금딱좋은것같아요저도원래가을날씨좋아하기때문에지금가을이굉장히뭔가분위기있고그리고시원해서일단좋았습니다我很喜欢秋天，因为特别凉快，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季节我很喜欢，很适合我。没错，在秋天的时候呢，带给我们全国的粉丝这样一系列非常精彩的巡演。那我们知道，闵浩平时工作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特地为了我们的巡演抽出这么长的时间来进行排练，都做了哪些准备？일단은이부부터는아마여러분들이들어보지못했던부분이많이있을겁니다그래서오늘은그러니까기존보다훨씬더여러분들과더즐겁게놀수있는그런장르의노래들을준비를했기때문에되게신나는시간을가질수있을것같아요第二部开始呢，可能粉丝们没有听过的歌会有很多，所以这次玩的会更开心，会更亲切的一个会。期不期待？期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最精彩的演出了。那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一次演唱会的海报？上面是个什么样的造型？告诉我。没错，白马王子的造型。想问一下，他当时在拍摄海报的时候，
就是当时我想到说用一个白马的造型，骑着白马。没有。马를타고여러분들에게간다라는그런느낌어意思就是骑着马给大家就是去见大家哦骑着马骑着马那当时就是拍照的时候骑马会不会很好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뭐我现在才看见是你的也没什么就是我一直跑OK， 那我知道呢，就是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敏浩在荧幕上的新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替大家好好的夸夸敏浩。我们都知道呢，敏浩最近在拍摄一部最新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哎，没错，《Mulan Blues》。现在拍摄的怎么样了？일단은근데여러분들의좋아하실지모르겠어요기존에저를알던모습과는좀많이달라서굉장히낯설어하는분들이있을수도있을것같고요어쨌든한국에서는11월말개봉이고중국에서도지금심의중인걸로알고있는데중국에서도심의가통과돼서여러분들께찾아뵐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因为准备要跟以前准备的不一样的我所以呢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好过是在11月末的时候会上映可能中国也快差不多那个时间所以要不要去影院支持票房要不要破10亿你们说吧票房要破10亿啊但是呢一定要去影院支持你们的表演是不是觉得很喜欢刚刚提到这次在电影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展现是在个性上跟自己也很不一样啊영화에서요그아무래도성격은조금다른것같아요처해진상황이굉장히안좋은상황이많이처해져있기때문에성격적으로많이다른것같아요因为电影里的那个情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跟我的性格还是有点不一样 OK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做剧透了到时候去影院支持好不好听到了敏浩带来了很多的歌曲也有提到说待会儿还有筹备演唱会的新歌所以想问一下现在新专辑筹备的怎么样시간이조금없는상태에서아쉬움이남긴하는데어쨌든이번또앨범타이틀이 Song For You 라고노래할게요그래서제가노래부르는이유는팬들을위해노래를부른다라는메시지가담겨있기때문에그냥그런점에서만족하고여러분들이많이좋아해주셨으면좋겠어요这个新专辑的内容是 Song For You 是送给粉丝们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喜欢准备的时间可能不少对不多但是呢我会努力所以大家喜欢就我们会高兴的我有个问题想替粉丝问一下就是我爸每天的行程排得这么满录音的时候会不会很累노래할때가중국어로보죠我唱歌你唱歌我唱歌非常棒我唱歌맞아요你唱歌我唱歌唱歌非常棒这句话可以跟你说我唱歌非常棒我大家请大家说句你真棒好吧三我唱歌非常棒都很棒都很棒唱歌跟演戏有什么有什么台上的词唱歌可以我再练习一下你觉得太难了唱歌跟演戏一样的棒在粉丝的心目当中那么还想知道因为这一次呢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去制作这样一张专辑敏浩希望现场所有的粉丝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去评这一张专辑呢그냥편하게
나를 위해서 불러줬다고 생각을 하시고 就感觉是像给我唱的，所以听得很舒服，希望是这样的。好，就是在各场的现场，刚才跟我们这个敏浩也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电影还有音乐的趣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送给现场的粉丝福利了，因为呢，我听说这次敏浩特别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来送给我们现场所有背景的粉丝，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不行。 기존에 이제 전을 드리는 이벤트를 했던 걸로 알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거기에서 뽑히신 한 분과 함께 같이 꽃꽂이를 해볼까요?我想让我们一人拥抱一下，跟粉丝一起互动，所以呢，跟粉丝们一起做一个插花的时间。哦，所以现在身份是从女歌手李敏镐变成了花匠李敏镐的感觉。 今天要准备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沙发？我们现在请李浩给大家介绍一下。 일단 팬분이 오면 팬분이랑 같이 상의자리에서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粉丝上来，然后呢，我们直接就一起坐了，一起插花。 일단 팬분은 무대 위로 올렸으면 좋겠어요. 想让粉丝赶紧上来。 其实是用自我方发起了一个为李敏镐画肖像的活动，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的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旁边的那些演员，后面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米洛总，还有他的米洛总。哎呦！哦。哎，对对对，这个。 鸡蛋，这个怎么像是那个烤鸡蛋的感觉？这为什么是鸡蛋里面的苹果？在这个就是个鸡蛋，因为《金瓶梗》里面金蛋的角色被中国的粉丝戏称为金蛋蛋蛋。然后我觉得欧巴就是以心情的出发的。啊。对。通过那个旧的金蛋。 他的精神奖品，还有他的队伍是我画了PMZ的衣服，因为PMZ是米诺，是那个米浩和米诺总的亲姐，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而且，我们有亲身看见，完成了茶来的时候，OK，你可以从美无双的时候，他以为是开麦，说开就是总会，这个安安静静的跟人说，还有他是要爆发，要出来。 破茧而出新生的感觉。哦，还有一个作品不是见你哥。这个是我，因为我在那里画，然后我的弟弟知道我非常喜欢李敏镐，他就自己画了一个，我超级想知道，希望我的那个快乐。同学说你电影不爱看吗？他那个弟弟特别喜欢玩游戏啊。 我一度不太可能给你们那样，我就给你们他们讲的了，这个游戏在玩那个游戏，他们觉得可能猜是玩那个游戏。OK，现在弟弟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啊，姐姐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央，所以下一时间呢，我们请李浩跟粉丝一同来制作插花。 일단
来，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哪些花？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小姐姐，我刚收的嘛，这不是卫生巾。啊，我现在想问你一下，你想做什么样子吗？我想做一个红色在中间，还有一个放在外面的，不知道额外有别太难。从开始连。저는일단꽃을만드는거니까기분을좀내서해주겠어요我只要有那种气氛。어花花的气氛。好的。有没有一分帮手？好。그리고제가이제이바깥쪽을만들테니까이바깥쪽을만들테니까가운데를해달라고말씀해주세요你穿中间好了，我穿外边。好，一起来合作。뭐라고말씀하시는거예요저분들이저분들이지금뭐라고말씀하시는거예요你们在说什么？选了另外的一种花，一脑门哇！现场送了一朵，再慢一点。哎，这个欢乐的插花时光啊，真的，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啊？期待大家呈现的时候。这是单手的，这么巧，他亲哥比较着急啊。你好，之前自己有练习过插花吗？아니요형그건저일본에서한번갖고왔어요어그럼세대출신주로다녀자뭐하고싶은거있으세요아니뭐하고싶은거있으세요因为我们知道在韩国呢有这个男生给女生送花的习惯，就是表达浪漫，对不对？想问一下敏浩，之前有没有给谁送过花呢？对，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插花的作品也是慢慢的要完成了。对，他通过了。结束了。OK， 来，我们请李坤浩来介绍一下这个插花作品。啊，你觉得？我觉得挺好看的呀。对，很漂亮。